恭喜杨佑宁和 Melinda 迎来二宝，悠悠记录夫妻生活的 YouTube 频道 Why Alive 最新一集片尾藏下这个大彩蛋，而两人的日常也依旧是斗嘴都不停。太小看阿美了，小看阿美了。我刚刚薛伯仁他传了，我不是做了那个健检检查吗？他说你所有肠道的菌都是吃油的。他说肥胖风险评估我是80%。易胖体质是吗？请问我现在看起来肥胖80%，你不是假的胖，是真的天生胖。天生真的胖，真的很过分哎、欸。就是天生真的胖。娜娜，你才1岁，你不能离开家里。几岁是可以离家出走的年纪？18吧，也是我。18岁就可以离家出走，那爸爸应该不行。爸爸几岁是可以离家出走的年纪？他现在就可以离家出走了。哎呦，他家人这个门打得开就可以走。哎呦，走啊，出去啊。安娜，你最爱谁？安娜，你最爱谁？爸爸。那爸爸最爱谁？哇，妈妈。我觉得是他私底下教他的。这完全就是站在我这一国的，没有挖洞给我跳。阿娜最爱爸爸，爸爸最爱妈妈。That's right。就如果他今天回家发现你还没回来，会怎么样吗？就没有看到想。我觉得他不会到生气，但应该会念我一下。我们都是那个很有责任感，都要算好时间这样，然后避免吵架。对，家庭纠纷。对。然后时间快到了，赶快补杯 shot 就下来。今天又收工，12点前要回到家。嗯，你觉得作为一个太太，嗯，需要比丈夫提早回家等他？嗯，是要，因为你在录音。万一他在这边跟朋友玩得很尽兴啊，你们等一下不然放他走怎么办？我会放他走。你会吗？哇，你们这些很友善的。因为我被有骂过，因为他被骂过，被骂过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知道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被骂过。说你觉得女生怎么样？天生很需要被需要，被需要。所以比如佑哥说，今天晚上我收工回到家就想要看到你，这样子是 OK 的。很 OK 啊，我就 sport 也不用去，我立刻回家。哦，好像有。你妈妈好像是有哎 ，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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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是吧 ，Baby，Oh my god，Baby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安娜 ，Oh my god。I knew it.